天念天天做什么拢可以，只要心心相印，有穷有水。哼，你看，这蔡振祥阁真牛呢，人嘴两块皮啊，下口时啊，阁会吹高呢。真正是好听个未跳尖哦！真的啦，那不是哦，我想了解伊的所作所为哦，看伊人生说斯文安尼，吼啊，目睭阁会放电呐，啊，阁哦，这么会讲话，我咪去骗骗去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卡点的，继续看落去啊。多谢大家的鼓励，因为有大家的支持，就算讲对手要甲我抹黑，甚至是侮辱我的人格。我嘛要坚持选到底，大家嘛拢看到啊，文太太今仔来支持我。这就证明讲，我无参像报道讲的，伫外口乌白来啊。而且阮妈妈今仔日嘛来到现场啊，伊是我一世人我对上好、上尊敬。伊嘛是上了解我的人，今仔日伊特别来遮替我徛台，就是要替我证明我的清白。咱即马就用普通车来邀请伊上台，好不好？阿公，要上台讲话呢，你要来看无？歹势啦，我有淡薄仔紧张，因为这是我头一届看了这么侪人，嘛是头一届哦，要伫咧正人面头前讲后生的代志。咱甲蔡妈妈鼓励一下，来。多谢大家。温正祥伫咧细汉的时阵，因爸爸就过身啊。我一个查某人带囡仔过生活，拄到真侪困难。也毋过嘛是因为安尼，正常伫咧细汉的时阵，就比别个囡仔搁较捌代志，搁较稳重。小小的年纪，就知影爱照顾我这个妈妈。伊搁讲，大汉以后要互我这个妈妈过好日子。彼当阵啊，我感觉我是这个世界上上幸运的妈妈。听到无？嘛是咧，甲因后生咧讲好听话啊！不是安尼啦，哎，我诶人拢是自私诶，手骨是屈来，也无屈歪啊。问题，伊若是为着正常来讲这白贼话，啊，后盖吼，伊诶良心盖会得过，啊，搁有伊要安怎面对政府？我要讲我的好媳妇谢雅君，伊是一个千金大小姐，大小姐嘛，难免个性哦较娇，为着要嫁给阮后生，马上是啥物代志拢肯做，就算是识家歹人。歹势啦。我跟他讲了伤憨嘛，正常是三英太太以后，个人都拢变啦。较早迄个卡达是地少年家，为了贪图荣华富贵，甘愿放弃陪伊拍拼女朋友，嫁入去豪门。是贡献。我，你别讲空啊！你点去？你老婆都和你约会。
阮正祥嫁入去豪门无大忌，连因两个生的查某囝，我的查某孙，都要对因姓家。其实这款代志哦，在即马这个社会嘛，无什么好奇怪。也毋过，阮正祥为着惊伊的太太谢亚军受气，这五年哦，嘛唔肯互我看我的查某孙。这两个阿母根本就看不起我这个妈妈。我是不是听唔到啊？伊即马是咧骂蔡正祥，互大家听哦。是啊，一个做妈妈的，当众人面头前讲家己后生的歹话，歹透的，这个后生到底是做啥物代志，对不起妈妈哈。唔重要，是发生啥物代志，正祥的妈妈哪会安尼讲？哇！差不多啊，后面嘛卖讲啊。你叫我来徛台呢，我来当卖讲。我阁要讲出一个我的真心话。我就知影吼，阿冠无可能去讲白茶话啦。原来伊上台吼，就是要去骂因囝，啊，阁骂这个小查某啦。嗯。啊！不过伊安尼做，恐惊会害到伊家己啦。我的后生蔡正祥，伊唔能。你和我讲，我甲恁大家讲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伊是一个无我。你哎，恁收走，我才想要讲啦。迄韩国拢是真实的，蔡正祥唔能无我陪伊哦，伊出来太太死在前面，唔是变好人啦。伊为着要叫正祥哦，先给何拍伊的面，我再哄伊给你乖，你唔通相信伊啊！你唔通来挑战。拍子。阮母阿人哦，伊破病啦，伊压力上大，再乌白讲话，伊讲的拢毋是事实，歹势哦，记者，卖翕吧，卖翕吧，好，歹势吼，今仔时间到这就好，歹势歹势，今仔时间到这为止，咱请吼，来来，歹势歹势歹势，来来来，好好，今日歹势，来来来来，请请请，歹势歹势。虽然蔡正祥是一个笨手，啊，不过伊妈妈甲伊煞完全拢无共款，真有气魄，袂歹，我欣赏。母啊，你到底是咧创啥啦？你明明讲我要听我徛台呢，你煞电脑讲遐有诶无诶，互我歹看。你搁叫大家卖瞪我啊！你，我是你的亲生后生呢。你哪会当在对待我啦？你安尼做，我会让看笑话呢，会害我选袂着呢。七姐嘛，这两个囡仔，若是有做什么唔对的代志，你私底下甲伊讲就好，无需要甲这见笑台夜夜出来，让大家知嘛。这不是咱做时代应该做的。无你认为我应该安怎讲？你的查某囝安怎对待我的？敢讲你唔知影？难道是我爱问你是安怎教查某囝？歹势嘞，咱即卖是咧针对你甲正常老张的代志咧讲，你莫讲起我遮来好无？好啊，你想要知影我是安怎要来闹场是无？那安尼，你先问看卖家己的良心，你做过什么代志？你个亚军，请进吧。我的查某囝做甚物对不起你的代志，我是不知啦。也毋过，你会当甲我讲，我家己查某囝，我家己教死。但是，你的后生正祥即摆伫选议员，这是真重要的时阵。你台顶讲伊遐尼侪歹话，对伊甲对你有甚物好处？亲家啊，我无咧关心咩好处啊，唔好处啦。我敢那做人哦，爱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啦。虽然讲我只是一个市场的乌巴桑，也唔过相对啊是真的，相对啊是假，我看甲清清明明。我这个后生蔡正祥，五年啊啦，对我也无要插，无要管啦。即摆要选举啊，才来一只假友好。你真正当作我啥物拢唔知影，唔知你直接利用我。
还有你这个查某囝，已经跟阮囝结婚生囝，搁一天到晚找人青梅竹马的麻烦，我当然嘛看袂过。亚军，你老实讲，恁大家讲的是真的是？啊，今麦你搁咧找人的麻烦？爸，我无，你嘛知影，阮大家从头到尾拢无介意我。迄、那个查某唔知影是做啥物歹代志，才会让阮介意。阮大家就看一个囝生一个囝，搁是我做的，我真正是冤枉的。抓头三尺有神明啦，你若要讲白菜啦，说你暗时去用挂水池啦。亲家，我甲你后生我已经教示过啊，你甲你查某囝你甲你教啦，拜托你，叫伊莫一天到晚都要做违背良心的代志，说你会有报应。我话讲到这，我要走啊。爸，点名，你甲老实讲，你到底是做什么代志，让恁大家这么生气？爸，我真正无。点名，你就是我是戆人了。什么人讲的是真话，什么人讲的是假话，我分袂清醒。我真正是甲你想歹去，让你做代志这么无分寸。正常这届若选袂掉，你也负上大的责任。是。这届是你的选举，你错过形势，安排你妈妈上台，造成这么大的风波，表示你的领导能力有问题，真大失望啊！爸，是啊，点名，今嘛啥，拢来讲，我无想要听。爸，爸，蔡院长，你妈妈哪会知影我欺负刘正伟的事？是不是你去告诶？陈队长，你跟娘娘是什么意思？你告我啊！陈队长，真相，你别怪妈妈安尼对待你。哎呀，这啦！哎，啊，你拄则哦，被蔡振祥救落台，又甲你安怎无？恁拢知影？阿官啊，振祥的造势记者会有开直播，阮大家拢看到啊。啊，歹势啦，我去替振祥徛台的代志，无先甲恁讲，恁要骂就骂啦。我是要骂啥啦？你嘛拜托的，哎，你安尼大义灭亲呢，搁替政府吼甲家门咧出一口气，我要甲你乌落都白付啊，搁要甲你骂咧。对啦对啦对啦，阿官，虽然你人无大仗，阿不过即马你伫阮的心目中是市场的巨人，时代的伟人，我们崇拜你，我们敬爱你，让我们市场最近。好啦好啦，恁两个高下去食哦，卖唱歌啦。阿官啊，你真正足厉害呢！我本来就是吼，你会去替恁囝吼，上台讲白话，想袂到吼，你甲恁囝个迄小查某真面目全部拢压压出来啦！对阮这号看直播的人来讲，迄个造势记者会根本就是100个赞。我是不是一个失败妈妈？我既然当众在面头前，把我后生甲新妇，迄见笑台拢也压出来，真想即马一定就忘恨我诶，一定要搁倒来看我吧。别啦，阿官啦，迄真想若是晓想哦，都知影你安尼做是用心良苦是为好啦。啊，不过话哦，搁讲倒转来啦，你若是无想要停伊哦，都无需要去迄个造势记者会啊。何必在这众人的面头前哦，跟伊挑破面呢？本来我嘛是安尼想，所以我才会走去伊竞选总部，想要跟伊讲个清楚，讲我绝对无可能违背良心来替伊徛台。谁知影哦，去听到伊甲谢顺伫咧冤家啊！
就算是为着我的后生，我也无多暗看家己良心讲白贼。我也是来甲正祥讲一声，阮后日来参加伊记者会，互伊有一个心理准备。蔡正祥，你即摆是咧毋甘伊哦？你为着迄个查某拍我，你讲啥？就我替你做算？是你做甲伤过分，伤超过啊！你甲刘娇下药啊，佮找阿家己性侵，这款代志啊，我无法度原谅。伊若是发生甚物代志，你叫我要安怎面对阮母阿囡啊？啊！你又讲几摆？讲几摆？讲几摆拢共款啊！谢君，我拜托你好无？你莫再作孽啦，莫再一直留这个麻烦啦，好无？听到因在冤家，我才知影谢君哦，搁走去欺负家门啊！当初谢君甲杰西卡联手结合家门，害甲这么凄惨，今麦搁唔肯放伊煞，我才会愈想愈生气，才会决定要去个记者会，甲因小鬼仔卡拢拆破啊！阿伯啦。你拄则讲迄个谢雅君哦，佮用甚物手段去欺负家文啊？啊，家文即摆干嘛喏？我若甲政府讲，谢雅君甲家文下药啊，佮要叫人捕了去，政府一定抓讲的。哦，其实哦，我嘛听无啥清楚，我敢若知影哦，谢雅君对家文哦做真超过的代志。也毋过你放心啦，家文哦即摆无代志啊，伊有躲过一劫啊。好。家门无代志，安尼就好啊啦。还可惜阿君吼，当正人面头前，互你洗面，算讲嘛是得到假死啊啦。谢阿君哦，竟然阁走去找家门的麻烦啊！阿随阿官讲家门无要紧，啊，不过我是不是应该爱去甲伊关心一下？哎，这电击棒啊！啊，这辣椒水以后吼，你着甲这个物件拢载在身躯边。啊，卡叔讲，你若感觉爱有一支枪吼，你才会当放心。无要紧，我咪当替你想办法。苏姐，安尼都有够啦。我无希望阿伯完成报销，就因为违法互人抓起啊。你若是伫造势记者会进前吼，都甲我讲谢雅君甲你设计，我绝对当场甲电甲惊死死。我就是惊你受过冲动。我无希望恁为我去受的牵连，唔才不跟你讲诶。哎，这件代志，你得交给我家己处理。啊，伊两个人这么卑鄙，我真是足惊你会搁吃亏呢。袂啊，经过这个，我一定好好保护我家己，我一定爱因付出代价。嘉文啊，我真正唔知道你咧想啥呢？你安尼先去做谢雅君因查某囝的老师，啊，然后伊阁去接近谢雅君因爸爸谢文良，你到底做的目的是啥物啊？大刚伫因查某囝身躯边，互谢雅君会惊，我就是爱因大刚过着紧张的生活。啊，不过吼，我看因即个安尼对付你，你这招敢那无效呢？既然这个设计话无成功，同娃娃阿英开始烦恼，我会利用伊的查某囝来报复伊。嘉文啊，你都爱记的呢，囡仔是无辜的。我知影，我真清楚，我应该对付的人是啥，我家己也有准则的。等我掌握到谢文良，我就袂阁利用无辜的囡仔去达成我的目的。啊，不过你是要怎做，才有法度完全掌握谢文良？这得看情势变化，我才知影应该安怎做决定。只要对我报仇有帮助的代志，我全部拢会考虑。嘉文啊，你安尼牺牲你家己的人生，甲你的未来拢付出伫报仇的计划，你安尼做？敢真正有价值？听我的，嘉文，我拜托你，你莫搁想要报仇好无？你相信我，我会当出来离开这个黑暗的世界。
你的人生有一个快乐的物件，不是干那些笨手尔。你唔饶我，你还有一个把你看得比家己性命更重的爸爸。你还有一个跟你感情最好的小妹，你敢袂记得啊？请你相信我，我用我的性命来守护你，我会让你幸福个，让你个卡车代志总有帮我袂记。是因毁掉我一切，害我变成什么拢无的人。我若无报仇，我永远拢唔甘愿。嘉文啊，我爱你知影，你唔是什么拢无呢？啊，佫有足侪人咧爱你，咧疼你。今日伫个造势记者会的时阵。蔡振祥伊妈妈当场就把蔡振祥所包装的形象全部拢拆破，啊，还有这么多人在爱护你，在疼你，敢讲你拢无感受到？我是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的人。等我报仇了后，我就来去感谢，无把我放袂记啦。我是真正想要帮助你，而且希望你好好想清楚。楚姐，别个苛刻我，我即马需要的是好好困一千百万。阿姨拄好啦，我今日吼有早物件要来给你，来，这吼是对付困眠不久的武器啦。啊！你常常跟我讲，你暗时拢睏袂落眠，啊，精神拢无好。我就是看你安尼哦，睏眠不足，啊，常常这么忝，而且还专工榨这牛奶粉来。这牛奶粉哦，伫咧睏之前啉，会当让你放松身心。我捌啉过，蛮有感的哦。你睏之前啉看麦。朱姐，多谢你啦！啊，即阵啊，我真正身心疲惫，感觉无啥物比好好困一觉较重要啊。那安尼，我即摆就来泡互你啉哈。哎，没，我等一下家己泡来啉倒啊。好啦，啊时间嘛无早，无我先来顿。啊，你爱较早休困的哦，困之前爱加泡来啉哦。哎，晚安。好脏哦！哎，人若咧洗吼，啊，种埔啊，拢洗菜粿啦。啊，就想讲最近咧惊衰运，想讲来剃一下头咧，改一下运咧。哼，啊，想袂到迄剃头师傅哦，哎，有两公啦。我小无注意一下，尔就甲我头发撸到安尼。你看麦，啊，真正是衰吼，连剃头嘛剃甲袂顺利。姐啊，你莫胡白想啦！你头天安尼，嘛足少年足有精神的呀、啊。有精神，拢是你啦！啊，饮一下酒哦，啊是用拍个命擦一下嘛休息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就袂当来清清采采去占别人便宜啦。唉，啊，拄只头毛加煞，当来老人哦，啊，咱想着。你上摆去你小妹遐买迄个足好食越南河粉，我就想讲吼，我过叫一碗来食咧，结果奈无开啦。伊今仔踮咧休困啊？哈？休困？嗯。奈安尼？恁小妹人生得真水，敢会缀人走去啊？哎，你莫胡白讲啦！
伊逐个月哦，拢是今仔日咧休困的啦。伊要甲伊遐外男的姊妹啊去斗阵啦。你看卖，那真正是人咧衰吼。啊，连要吃一个越南河粉呢，啊，去拄到恁小妹咧公休。姐啊，你若真正想要吃，我煮好你吃。啊？你敢袂晓？等着你就知。哦。赞赞赞！哇，好食到我哦，差点连嘴子拢破了。安怎？我煮食功夫袂歹哦。赞赞赞！比恁小妹阿英更好煮。我阁有煮吼，世界上好食的越南咖喱饭。嗯？有影无影？这你有自信？唔相信哦？我你皮看卖啊！啊，对啊，嗯，喏，哇，哎，你这越南咖喱饭真正足香的呢！我跟你讲啊，嗯，这是我伫越南的时阵哦，阮爸爸教我甲阿英煮的啦，内底烹料甲酱料哦，拢是阮家的独家秘方，你伫外口绝对吃袂到这种口味的。有影无影呢？我食一嘴啊，试看卖咧。啊啊！你想要吃一嘴啊？好，来啦。好啦，等等。啊，不过干那会当吃一嘴哦。嗯，一嘴哦。来，一嘴。啊。就袂够你这个越南的咖喱饭哦，真正做好食的呢。哎，哪个有啦？你这炸春卷看起来嘛袂歹，都无安尼啦。我早来上班哦，当作我的中道顿。啊，好。啊，好啦，你若想要吃就给你吃。我再搁煮着好。哦。来。我来上班了。哎，等等，爸吃。嗯。你把我便当都摕去啊！安尼我中昼就无物件通食嘞。哦，我就是讲会用吃免钱的嘞。来了。我这200块，你摕嘞。歹势大姐啊！你嘛知影，我赚的钱拢寄到越南给爸爸。啊，若是便当给你吃吼，我吃饭钱都不够啊。知啦知啦，我知你有。好了，我来上班。好，顺行啊。到底食饭奈无听话，我袂做啥？你最近毋是咧开发新的产品，应该做无用啦吼。有啊，所以才想讲哦，直接来讨论一下后一步的主打商品。我想要试看卖异国小吃系列，我感觉东南亚小吃袂歹咧，台湾人就介意，你感觉安怎？东南亚小吃哦，也算试看。你从啥？红叶吧。每一摆火天啊叫我俊杰的时阵，我呢想到真正俊杰，其实也敢昏迷不醒。我根本都不是伊啊！火天对我这么好，我实在心内足袂得过的。哎，发什么呆啊？你 idea 不是就这？今天我想看卖，有啥物小吃，我是还那么期待煮的。
哦，你讲迄哦，我再搁想看卖啊。对哦，我即马赶尾哦，刚跳过来，恁家己当好食。俊杰，奇怪，俊杰最近是安怎？难怪变甲甲出车祸之前同款，我哪有心思，我煞来插我。副总诶，你搁有望到明白无？我等你报明白，等足久啊呢。等我望到，再甲甲你讲。我先来去报应，哈。哦。慧玲啊，啊你家咧食饭啊？啊对对。我坐你边啊无？哦好啊，请坐。哎你雄雄喊你大声是要创啥？菜店我你惊死，还是啥物代志啦？啊，歹势啊，高主任，哦，这咖喱的味足香足特别呢，这咖喱敢是你家己煮的？嘿嘿，我哪会晓煮啦？这是我一个好朋友哦，煮好我一个咖喱饭啦。伊讲这是因家哦独家的秘方，真正足香的哈。嘿，哎，邓姐。我看卖好歹势，这咖喱内底应该是有椰浆啊，够薄荷叶对不？我都讲过啊，这是阮朋友煮的，我哪会知伊内面放什么香料？我干那知影这是哦越南口味的咖喱饭，哦，嘿。等会当好，我研究下你再去吃。慧婷啊，我吃饭时间要到啊呢，啊，恁若是要研究哦，啊，规个咧替你吃啊。多谢你，公子你，多谢你。啊，我真正分期我，啊，我凊彩讲讲啊，你真正规我拢捧你哦。嗯。我原来无唔了，哇，这越南咖喱内底开始是有椰浆佮薄荷叶，啊，唔过其他的香料我就食无啥会出。这炸春卷看起来嘛，就好吃诶！伊刚才酸辣酱就嗨诶，美拜美拜，就好吃！要不要去看卖？问这咖喱安怎？那就好吃，就香诶！这咖喱酱就厉害咧！当然了。咱独家秘方当然嘛厉害。独家配方安尼我学起。高主任嘛，伊迄朋友敢会当介绍我认识？你想要认识我朋友从？我想要甲伊拜师学艺啊！我想要知影伊的独家配方是啥、啊。也唔过太久是学工呢，我也是卖惹麻烦较好啦。我这個朋友话足无用的啦。可能无时间通教你，吼。吴主任，我拜托你，你帮我问看卖啦。这家公司要开发新产品，就是甲南洋小吃有关系啊。若是开发成功哦，你买单有奖金吗？有奖金嘛？嗯。诶，那若是开发成功，奖金会有偌济？上济一届我有摕过六个月薪水呢，而且哦。这开发产品若卖了足好诶，阁会当另外有奖金哦。那是用诶摕到六个月奖金哦，那用诶还欠诶酒钱，而且够春呢。好无啦，我主任，我拜托你甲我斗相共啦。好啦，无这件代志哦，我来替你安排啦。也毋过我这个朋友伊是越南来的。啊！你拄到伊的时阵哦，千万唔通我白讲话，嘛卖问一寡有诶无诶，爱你知啦吼。好，我知，我白乱讲话。好，那安尼下班你来找我，我带你来去。多谢你，我祝你多谢你。
来，快点，来来来，来对着。多谢。哎，太久啊！哎，你出来者，我带东叔回来，伊要跟你学做出租车啦。没错。学租车？嗯。你，我哪感觉你足面熟的？好在就是，哎呦，啊，不过佫想想，还想袂起来。你有志失踪的时阵，慧婷嘛应该敢若是十岁左右。应该袂认为太久，就是你有志才对啦。有淡薄仔印象，啊，毋过无啥确定。慧玲啊，免想啊啦，伊是越南来，叫做阮太久啦。阮太久。嗯。来啦，姐，姐你讲。阮太久。阮先生你好啊，我叫做刘慧婷，我是一品食品的食品研发部专员。你叫我慧婷就好啊。哦，慧婷你好，免这客气啦。我的越南名吼叫做文太古，啊，你叫我太久就好啊。太久，你咁好，你应该大我一辈呢。哇，紧啦！我来台湾做事吼，我看到每一个人都叫头家，啊，你若是叫我什么阮先生，还是什么阿姐哦，我点都没关系。哦，是讲你的台语哪会遐尼好啊？我来照顾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咱先讲重点啦吼。太久啊！慧婷哦，要来跟你学做这个越南的咖喱，哦，啊，这摆也无得难做，你一定爱给伊教教一下为止哦。因为慧婷，伊这摆要推出来迄个南洋的料理哦，那是成功，我是有奖金的哦。你有奖金吗？嗯，那安尼话咧，啊无奖金咱一人一半啦，够未用？无问题。啊，所以你是答应啊？哎呦，想不到今日办事遐尔顺利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小小条件。哦，什么条件？你讲啊？就是讲哦，我是为越南逃到来台湾的啦。我若是被抓到，我就让送回去。啊，所以你要找我这学料理这代志吼，你千万唔通让任何人知影哦。你要家己偷偷来学就好啊。啊，你敢袂？哦，会用的，会用的。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会保守这秘密。啊，好好好。那呢，我看需要什么款的材料吼，我写起来给你。啊，你家去买，我较无方便啦。哦。OK OK。哦 OK OK。越南咖喱的材料吼，就拢在家。嘿，阮家的独家秘方吼，主要就是靠这三项。这三项哦。嗯。香茅。嘿。哦吼吼吼，鱼露。柠檬叶，有天分哦。无啦，我若真正有天分哦，你食的时阵我就应该知影，你的独家配方是三行啊啦。免这么谦虚啦哈，我即马偷偷甲你讲，我妈家的物件要安怎处理，好，好不好？开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来，来这边，来这边。什么代志啊？哎呦，来，你平常时哦，我伫外口值班，那你要辛苦着，还搁常常熬夜，只好你吃啦。这是啥物啊？这是妈妈特别为你买益生菌。这么好啊？那你要过来吃看没？酥酥甜甜，超好吃的呢。当然咯，那大品牌益生菌呢，而且还有添加
凤梨酵素哦，伊的口碑是一级棒哦。啊，妈妈个吼，四界做功课啦，啊个四界比较，啊吼，查囡当然嘛爱上好个啊。嗯，多谢妈。而且伊个会当帮助消化、调整体质，啊个提升保护力哦，一包三效哦，强力啦！三餐拢伫外口解决，啊，这几包哦，互你随身携带，你就会当随时补充50亿的好菌哦，真厉害哦！哎呀，啊对吼，啊，买几包扎伫身边。哦，好好好，啊，你也乖乖食知无？好啦，妈，我绝对会食的。嗯，啊，对啦，妈，我听讲哥即阵妈要为南部的新闻中心调转来啊，啊，这种好料你敢有替伊传？啊，当然嘛有，啊，听讲恁哥伫南部嘛足超的啊，啊，我也唔知吼，伊转来敢会甲你同款，啊，规个人变三比八，啊，恁两个若转来吼，我一定甲恁两个补加吼，至少爱上恁妈妈的一半。哈，啊。变遐大颗，我感觉你袂得歹人。你嘛较拜托个，啥物大颗？你莫看妈妈安尼呢，啊妈妈的脚手吼是足溜哩啊，迄柔道选手吼拢甲妈妈的体格差不多了。对啦，妈，你上厉害啊！哎，啊，你遐甲电话挂掉。无啦，迄诈骗集团啦，啊，唔免猜，唔免猜。诈骗集团哦，啊，即摆诈骗集团在猖狂哦，连恁警察的电话嘛敢卡哦，哦，够白目个呢。哦，啊好啊好啊，啊我要来去了市场啦吼。哦，我嘛要去上班。哦，好，干。雨杰一凡，啊，恁足久无来阮家，哪会遮罕见啊？啊，阮是找小东讨论，阮爸生前再生的代志啦。哦，啊，小东有甲我讲啦，啊，我嘛有叫小东哦，一定爱尽量甲恁斗相共啦。阿姨，多谢你的关心。啊，免多谢啦，啊，咱拢是市场的人啊，互相斗相共本来就应该啊。啊，恁紧去来啦！恁慢慢讲，啊，我先来去无用啊，哈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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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再见。拜拜。来太侪啦，太侪。小东，我真正足多谢你的。我听阮哥讲，你为着阮爸案件，安尼四界走总替阮做调查。无啦，我嘛无帮助着啥。我虽然甲恁哥去找阿狗的朋友。啊，不过我嘛无望到什么线索，其实我顶多感觉就歹势。你愿意替阮斗相共，我甲阮哥已经足感谢呀。我嘛感觉哦，几落届啦，想要劝阿狗替阮做证啦，不过伊哦，就是唔肯交明话，这嘛是普通代志啊。我看吼，今妈妈干呐，可以当找看卖，敢有其他的切入点，会当继续调查。这背后凶手肯定有办法。竟然有法度叫阿狗啊，莫出庭替阮爸作证，我真正足烦恼阮爸的。当初警察讲恁爸是凶手，除了有感情上的纠纷，上重要的是凶器是伫咧恁家找到的。我咧想哦，敢有可能有一个人想要杀秋月阿姨，毋是为着钱，嘛毋是为着财，啊，毋过安尼是为着啥物啊？凶手叫两个凶器藏在阮家，这就表示一定是咱大家拢熟悉的人啊。而且伊嘛知影，秋月阿姨跟爸关系。那安尼范围就缩小啊。虽然讲吼，咱即马无新的线索，啊，不过我有信心。那安尼啊，就麻烦你啊。小东，多谢你。我真正就希望阮爸能赶紧回来阮这个家，安尼我这个做查某囝都无危险啊。你还有信心啦？我看吼，这个凶手即马竟然拢已经叫人去恐吓啦！我看应该嘛得要出现啦。雨杰都为冠廷的幼稚园出来。应该是已经接到冠廷，准备要回来厝的啊。冠廷，今天学校是不是有上美术课？对。
妈，你看，这是我画的。哇，冠廷，你好有画画天分哦，跟你爸爸一样。你爸爸在眼睛还看得到的时候，也非常的喜欢画画哦。妈妈，我喜欢跟爸爸一样。冠廷好棒，好乖哦。那你可以告诉我你画的是什么吗？是平圈吗？不是，这个是妈妈，妈妈是我的公主。小时候你外公也常常说妈妈是他的小公主，而且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画一幅画，你外公就把我保存下来，等到我结婚的时候他就拿来送给我当结婚礼物。爸，我明天要走啊。嗯，我特别交代啊，好，这物件吼你看足久的，都参照是女儿红的概念，吼，我嘛是特别叫妈找才找到呢。是啥物物件？嗯，啊，这是像画图啦。嗯，这是雨杰哦，伊在幼稚园时阵画的。这个新娘啊，都是伊买金枝。传你。那外公送你的那张图在哪里？哦，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。回家的时候我再拿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妈妈，你一定很想外公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妈妈真的很想外公。冠廷，妈妈有跟你解释过，外公他是被误会才会被抓去关。反正就是大人的事情，你们小孩子不懂啦。妈妈，我知道什么是误会。啊？今天在学校的时候，品轩被误会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恩找不到他的橡皮擦，他说是品轩拿走的，品轩很难过。然后嘞？后来我在恩恩的便当盒里面找到了。冠廷，你好聪明哦！如果外公身边有一个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可以帮他，那就好了。对吼，我哪会无想到，我连去找爸参详啊！爸有灵呢，够在力，而且一个是秋月阿姨的堂哥，伊嘛真疼国胜。一定愿意替国胜查出真正凶手是谁。冠廷，妈妈突然想到，我有事情要去找阿公，你陪我去他办公室找他好吗？好，走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雨杰确实是真守规矩，逐天行的路拢真固定，都要厝的。冠廷的下号，还佫有后头厝，嘛无我袂走。雨杰，那毋是为倒来找的方向行？这敢是要去上定的路？敢讲？敢讲伊是要叫冠廷去找林国胜？真正让我摇到啊！哎，雨姐啊！你爸的代志哦，我无法度斗三工啦，莫来找我啦。爸，你的人脉遐尼啊看到，而且你的关系阁遐尼啊好，你若是肯替阮爸找到真正的凶手，嘛算讲是甲国胜斗三工，敢不是？甲国胜斗三工？我是等于出错事了。爸，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啊？啥物叫做出错事了？
我的意思是国胜是我上疼的卫生啊，伊自头到尾就认定恁爸是凶手啦。我若是替恁爸去查真相哦，国胜绝对袂谅解我的。我考袂得，但是面伫内面关到死，哪有可能会出来？玉姐啊，我知影你真友好恁爸，不过这款代志要交予专业的，看是要换搁较好的律师哦，拢会用的啦。啊，不过好啦好啦，这件代志就莫搁讲啊吼。啊，你即摆是有新的人咧，搁四处走动，啊，万一若伤到巴肚内，囡仔是要安怎啦？啊，当初哦，陈龙爱我替恁爸介绍迄个女律师，伊的能力真强。哦，伊到即摆搁替恁爸伫辩护。你若无想要换律师，啊，这个代志哦，就互伊处理就好啊，哈。嗯，好啦，我知影。好啦好啦，啊啦，紧带囡仔回去啦。你也知影，啊，陈龙哦，伊即卖个性是比出事之前哦，更加敏感。你真要紧，你巴肚内个囡仔，你上好莫互伊知影，你都无用这个代志。若无，惊伊乌白相猜无？嗯。快点啊！啊，你今麦吼，跟妈妈登去找爸爸好不好？啊。好，乖乖乖。好，谢谢爸爸。好，拜拜拜拜哈，多谢你耶。嗯。啊。好。啊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啊。是要安怎？爸母肯跟我斗相共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国胜讲看卖？毕竟，伊是被害者家属，上希望抓到真正凶手的人，一定会是伊。快点走。这摆公司的甜点新品啊，表现上好的就是用芋头做的芋泥蛋糕。也有一个名，就讨喜的，叫做芋泥童心。现在网友拢讲，一旦用这个蛋糕来表白嘞，想袂到你这个不浪漫的人，竟然会当取出那样甜蜜的品名。这个蛋糕啊，是我亲手研发的，好什么名不是重点，好食才是重点。来，你看，这是哦，我准备被推出的芋泥童心 2.0 升级版。哦。我去讨一个试吃，啊！哦，好啊。啊，不过我要爱你吃完。我想要拍一张相，放伫个社群顶头，安尼就当变成咱新品的形象广告。哦。啊。紧吃啦。嗯，我怎么吃呀？你。这么情绪人哎。出来。我再次说，哎，冠廷你来啦！冠廷，我叫阿姨。好乖啊！嘿，看好你家。大健啊，我拄仔好要甲伊讲新品的状况怎么想做，就很惊呢。我是想要来找国胜参详阮爸再生的代志，你敢有时间？婷，今天阿姨跟你讲哦，国胜叔叔做的这个芋泥蛋糕好好吃哦，我想跟你分享。但是我们去外面的会客室一起吃好不好？好，嗯，乖。亲老年啊，今日是你头一届主动找我开讲。我无想要搅扰你的生活，嘛无想要破坏这卖平静。不过国胜，基本的申请再审，
对阮爸来讲真正足重要的。阮爸已经关伫个笼仔内五冬啊，伊真正是去互玩弄的。恁家人常常久久拢讲恁爸是去互玩弄的，咱恁敢有证据？有一个人叫做阿狗，是向阮爸承认，当初伊是有予人指使，把台式恁妈的凶器藏伫阮家。迄个阿狗是啥？是啥指使伊的？迄阿狗是阮爸的新狱友，我想应该是凶手叫阿狗把所有责任都撒予阮爸去判。不过现在都不知道凶手是谁。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凶手是谁是吧？很简单啊，那今天参照那阿狗说的，叫你爸申请再审，那阿狗若只要万一出庭，你当那拖罪啊，敢不是？原本那阿狗啊，伊确实是要出庭替阮爸作证的，不过耍了人，我唔知是安怎，伊在监狱内底就互拍，而且厝内底人嘛受到威胁，伊惊伊厝内底人受到牵连，所以就反悔啊。叫恁爸莫阁搬去啊！根本都无阿狗啊，这个人。迄个阿狗啊，真正是甲阮爸关伫个同一个监狱内底狱哦，而且所有的真相嘛，拢是伊甲阮爸讲的。国胜，这边真正是阮爸唯一能平反的机会啊！拜托你，我拜托你相信好不好？而且阮哥嘛已经将对阿狗的身躯比所有的人去做调查。我相信真紧，真紧就有新的进展啦。美姐，我知影你到今嘛是无得接受，恁爸是真凶手，啊，不过事实都伫眼前啊。国胜，我刚拜托你，先把你心内底成见放下，你莫听认为讲是阮爸把恁妈害死的。应该去思考有其他的可能，安尼才有法度把真正的凶手找出来啊！要我妈一直认定恁爸是善意凶手的，会用的。刷落来，除非有新的事情，啊若无，我是绝对无可能改变我目前的想法，请你谅解我。我知啦。李亮叔叔。哎。李亮叔叔有礼物要送给你。哦。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，冠廷？都吃了蛋糕，吃了就欢喜了，一直说好好吃啊！我要跟国生叔叔说谢谢。哦，真的哦。嗯。冠廷，你是送什么礼物给国生叔叔啊？你要送什么给我？是这个吗？嗯。哇，这你画的图哦。这在哪里画的？在我学校。哇，这么厉害！来，叔叔看，叔叔看哦。这个是王子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王子是谁？国胜叔叔。哦，真的哦。那这公主是谁？妈妈。冠廷，然后王子跟公主哦是一对的哦，啊，国胜叔叔跟你妈咪不是一对的。哦，那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嗯。没有啦，叔叔跟你讲啊，是晶晶阿姨乱讲的。王子跟公主其实也可以是哥哥跟妹妹啊，哈，对不对？对。冠廷，谢谢你送的礼物哦，叔叔亲一个。啊，谢谢。冠廷，我们差不多该回家了，等一下国胜叔叔跟晶晶阿姨还要忙，走，回家。哎，小心哦。国胜叔叔，晶晶阿姨，拜拜。好，那你拜拜，谢谢你的礼物哦。去拿书包。时阵我哪会感觉你甲雨杰阁有冠廷，恁三人这是一家伙啊？你吼，莫有人讲话啦。你有够看冠廷，敢若甲你先生愈来愈共哦。你吼。你千万唔通伫个成龙面头前讲有一句话哦、喔！伊手术失败了后，规个人变甲比较早较敏感啦。伊安尼讲，会造成真大个误会，你知无？对啦，国昌起来啦！啊，我拄则看你像尔爱囡仔，
我都想讲，是不是？你等下你先一个啊。你嘛拜托的，是过直接啊啦。你听我遐尼直接的话，已经听遐尼久啊，跟我没关系哦。可有一个啦，吼。阿文啊，爸爸专工做这咖喱蛋包饭哦，来给你吃。还有个小小呢，等你回去的时阵哦，还给你探烧羹吃。好，来。爸，阿奶奶搁熊熊走来。好，听讲谢军遐个人哦，我早已欺负你啦。阿唔知你安怎，都赶紧来给你看一下。阿因到底哦，我对你做甚物代志啊？阿你敢唔受伤啊？哦，若是有需要吼，爸爸去警告你，你随时甲我讲。唔免啦，我无代志，你无需要烦恼。我哪有可能会烦恼的啦？嘉文啊，你听爸爸的话，莫阁甲遐个人吼勾勾缠啊啦。啊，万不哩，要发生啥物严重的代志，到时阵后悔哦都袂晚呢。爸，即摆唔是讲我要刷就会当刷，谢亚军两头青骨，一届比一届更加粗残。我若无继续完成我的代志，伊是永远拢袂悔改。嘉文啊，爸，我知影你是关心我，但不过你若是唔敢，我敢袂当拜托你支持我，成全我的心愿好无？爸爸当然会支持你啊，但不过爸爸要提醒你，你一定要细腻啊。若是有任何需要吼，甲爸爸讲，都是咱爸爸做伙吼，甲你去找因算账。爸爸，别气，你别看爸爸安尼哦。虽然是误会啊，阿母卡手哦，也是足流利的。好，多谢爸。静文，嘉文，真正是你。爸，我先来等啊。稍等一下啦，嘉文，你即马是住在这附近哦？静虎，我不是有跟你讲过啊？讲只要有嘉文的消息，俺马上通知我。你敢知道我一直无言下落？我真正足烦恼的呢。我无说你烦恼啦，烦恼你的亲生仔就好。嘉文，稍等一下啦，稍等一下，听妈妈讲。你放开，嘉文。你卡是安怎？敢是谢亚军害的啊？谢亚军。你又搁走去欺负你啊？莫怪啦，迄天蔡佩娟在蔡正强迄个笨手的记者会，对面一直骂伊的新妇，讲什么伊害人不择手段。啊，原来就是你讲这件代志。我的代志无需要恁管啦。就是因为你的代志，我唔才要管。你敢不知影？你叫我抓去关的时阵，我有去找谢亚军，我嘛有好好教示伊啊。我嘛有甲伊警告，讲袂当搁去欺负你。安尼看起来哦，我之前甲伊讲的话，伊拢放袂记。我一定来去找伊，好好提醒伊。我拜托你卖插手好不？你做你放心啦。若讲要对付这种歹查某，妈妈是专门的。我无参照恁爸爸，有迄个功夫拢无要用。若真正要讲什么害人的手段，我绝对比迄个谢亚军搁较厉害。我即马。就去找伊好好教示。小妹啊，你别胡白来啦，小妹。嘉文啊，你的脚是安怎啦？安尼安尼。伊讲的代志，我不是要去讲的。啊，因既然哦，伊伤害人的代志拢做会出来，那安尼哦，咱就无需要甲伊客气啊。爸爸赞成你，去讨回公道。不过你会记得，要保护你家己。爸爸跟你讲啊，咱人哦，上脆弱的所在，就是目睭、脑，还佫脚头。若是有人要伤害你哦，就为这三个所在下手。啊，当然啦，这是在保护你家己。正当防卫的情况之下，才会当安尼做，绝对袂当无代志哦，去伤害别人。我知影。爸爸当家里的，都干那安尼尔，你都放心哦。
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。还记得把家己照顾好，阿爸爸吼会把咱兜照顾掉，等你回来。多谢爸。这次阿狗的事情，阿狗阿确实处理得很好，好加在我现在还有阿狗阿这个机理的影响。我看陈世民这些人永远都不用想要出来了。对吧？董事长，刚才有人送这个纸袋来，但是这个名店也没写地址，我不知道谁人送的，你敢要看看啊？那有人用用家这来？哦，不要紧，好啊，哦，你无用。一个 USB， 什么意思啊？看来没有什么啊。什么人，什么无聊的，真的是。哎。去到这个卫兵啊，这段影片到底是谁寄给我的？安尼唔就表示有人知影我对起我咧做诶代志啊？想啊，你唔免知影我是想，我要第三，你应该知影啦吼。要第钱，爱偌济啊？无唔对，我系无偌济啦，一千万就好，
千万。你若不答应，也比我都叫警察。再见。等等等等。好，我答应你啊。回家。爸爸，你怎么知道我跟妈妈回家了？哼，快点来。爸爸跟你说，爸爸虽然眼睛看不到，但是爸爸的耳朵很灵，所以刚刚一听到脚步声，就知道是冠廷回来了。爸爸你好厉害。哼。但是。爸爸再怎么厉害，也猜不到你们今天怎么那么晚回来。你不是早就放学了吗？你们刚刚去哪了？我们刚刚去。冠廷今天的学习单是不是要认识自然生态？我带你去看了小花跟小草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干嘛假戏嘞？都会马假戏嘞。是啊，那呢，想到要去上顶。你哪会知影，阮早去上顶啊？啊，因为我等袂到恁回来，所以我就直接靠司机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阮就想讲，之前你在做副总的时阵，有做迄办公室绿化。我就带伊去公司的天台看卖，看你种的植物。想好啥呢？冠廷，你跟爸爸说，我们今天真的有去公司看花。爸爸妈妈真的有带我去阿公的公司看你种的花，好漂亮啊！啊。是啊，好啦，冠廷有介意就好。是讲雨姐，恁后盖若是要出去，你敢会先打电话跟我讲一声？好啦，我只是想讲，离开偌久的时间，所以我才无甲你讲啊。你明明知我家己一个人伫咧厝里等恁，我若是等袂到恁，我就着急。我知影啦，我知影啦。爸爸，你生气了吗？没有，爸爸没有生气，爸爸只是有一点失望，因为爸爸准备了好多好吃的点心要给你们当下午茶，要跟你们一起吃，结果等不到你们回家。你看，哇，是芋头蛋糕耶，那是国胜叔叔发明的。国胜叔叔，又是国胜叔叔，你是不是还想国胜叔叔做你爸爸？陈龙，你想做变安尼啦？阮的囡仔会予你吓惊着。冠廷，来过来，过来。爸爸跟你说，你已经长大了，好不好？爸爸要给你一个新的任务，就是保护好妈妈肚子里面的宝宝。所以如果妈妈跟你说要去哪里，你就要拒绝，就要叫妈妈赶快回家，知道吗？成龙，你想做变安尼对囡仔讲话啦？我是爱冠廷甲你提起，你即马巴肚有心，卖阁四界拍拍走啊，知无？我知影啦。我知影啦。爸，阿哥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气氛哪会这么歹啊？爸，无代志啦。阮拄好伫咧食下午茶，你巴肚会枵未？要做伙食无？我食袂落啦。
啊，暗顿饭嘛要叫啊，我要来休困啊。你爸，你的心情无好是？啊，敢有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这个代志啦，啊，无啥。啊，恁老阿婆吼，甲家己还佫管天，还佫好势就好，其他免烦恼，知无？学妹，恭喜你！领导这么出红诶，已经上热搜排行榜第一名。学姐，我即卖已经足烦了，我拜托你莫考试我好无？我本来就知影，蔡正祥伊妈妈是一个足无水准诶人，但是我想袂到伊遐尼啊离谱，竟然伫咧遐尼侪人面头前哦，为后生歹看，有甲全世界诶人拢知影，把阮民众吓了了。早就给你提醒过啊！你嫁吼，就爱嫁迄有厝车的父母双亡的。啊，像你这种好爷人的查某囝，一出世吼，就是拢人在给你哄抬。你哪有法度去哄抬别人？啊，像你个大家啦，那小宝嘞，无怪哦，你无遗憾。感谢谢学姐，若是要比少，应该无人比伊搁较少。你想遐害人的暴数啊，毋是正常人会当想会到的呢。今摆咱甲刘家人骗去酒吧下药啊，搁叫人欺负伊。遐个人，恁讲交代好势？若是警察问起来，是变哪牵连着咱的？这做你放心，我早都已经安排好势啊。就算讲迄个刘家文去找证据，伊嘛无法度甲咱讲，因为吼，迄个酒保已经帮我买通啊。而且我怪伊反倒转来指控刘家文，是伊家己去诱拐迄两个查甫的。伊若要告，只是会害伊家己吼身败名裂。到时阵，大家就会知影伊是一个饥不择食的卑贱小查某。是真，你真就恐怖的，你不够爱欣赏。你哪欣赏我就好啊！以后我若是有代志，要阿你斗三工，你是无用的记者咯。那是当然的呀，咱两个人是小查某二人组的，当然嘛爱收听。你刚去不探我了啊？我跟你讲，这钱哦，拢给你啦。啊，你去外口后搞固定的，不管内底发生什么代志，叫偌大声，我不准让另外人进来。我跟你，应该袂出人命吼。
你放心，我只是跟阿是来这小三娘。我问你，我嘛足讨厌小三的，我即摆就去外口过来。我嘛是，无咱卖喊俺先出来啦。好。门卖开着。恁害我的查某囝，是安怎我会甲恁两个斗相共？无啊！你咧讲啥？怎么就恁查某囝啦？恁家家文害到这么凄惨，今嘛搁当家讲话讲到这么红声，这么欢喜，真正老孙讲无人会当对付恁。刘嘉文妈妈，袂歹嘛，看起来顶一遍我教是你，互你印象真深。刘嘉文妈妈。无你是咧讲废话哦！无敢问，根本是恁爸爸一个人生出来。啊，听你即摆讲话口气，你就是欺负伊无妈妈，才会安尼对待伊啊！你是讲什么笑话啊？刘嘉文，恁爸爸我都无咧听，我会听伊妈妈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上好是紧来甲门拍开哦，无连我出去，我都给你好看。吼！你即摆安尼威胁我，我就更加袂当给恁出来啊！啊，恁两个哦，我就留伫遮，慢慢学到臭味大。你这小查某，你是，我就是小查某。你敢问你边仔这个啊？看我笑起安怎？徐姐，你那是要尿尿啊？你亚军，你输了安怎呀？人家欧巴桑你也在惊？不是啊，学姐，你不是普通的欧巴桑，你笑起来真正就恐怖哎！你外恐怖，外我这边恐怖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今日想我是真个把门拍开哦，我到时阵哦，我随便给你一个死。就参照你找人去甲家门下药啊，才叫人来欺负伊，是不是？好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遐个步骤对我来讲哦，拢只是小儿科。今仔若换做我来处理哦，我绝对让你死甲足歹看的。你敢？我有啥物唔敢？我试看卖啊！你就看，我要找伊冤啦！哎，拜托吴少，今仔替我开门啊！有死人嘞！啊，恁就会当付钱去伤害家门。我当然买当付钱，卖予任何人入来啊！啊，今嘛恁两个哦，伫老弟家，慢慢啊叫，大声叫，叫到恁个脑阿破，啊，看啥物人会来救恁？你现在是起笑哩？对，我就是起笑。我甲你讲啊，啥物人啊敢欺负我个查某囝，我绝对无可能将伊简单来放伊煞的。不行啊，不行，我真正要脱水了。我刚刚，我今我做，我要做啥子？我今要做回家啦。我起码才拄开始尔呢，倒落来哦，恁就会感觉家己敢若行虾啊同款，安尼行甲红气气。我起码，我就替恁把这温度，搁调较悬。哎，老板说，要不就困啊，要不，要不我现在都袂着。我天哪，我袂活死啊啦！我拜托你，我袂。我跟我查某囝爱死啊！我拜托你帮我出去好不好？你有查某囝，那恁你就应该替我姐做妈妈，是不是？假使讲你的查某囝若是被人欺负，安尼凌迟，你敢会这么简单就放伊煞？你敢袂让伊受到同款的折磨啊？起来啦，起来啦！我有问题好不好？拜托啦，你想帮我出去好不好？哈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家门咧喊救命的时阵，恁敢有救伊？伊需要帮助的时阵，你敢有家己斗相共啊？无，恁等到老二家，欢欢喜喜在参详，讲要安怎继续陷害伊。
今仔日变安尼哦，这拢是你家己做起来的啦。哦，是啊，我头就晕嘞。我袂当你啊，我唔想要放弃啊，无安尼啦，你不是搞好好死哦啦。哦，安尼真哩无路用啦。好啦，无看恁两个可怜，我即马就替恁家这温度小降较低一点。小生，小生，只要你放阮出去，我答应你，我绝对袂伤害你的三个囝。你这个人哪这么趣味啊？我唔惊你伤害我的十个囝，我是惊讲我家己哦，会去伤害到你的十个囝。我，这个人我怎么唔对啵？我哪样哪做？他肯放阮出去啊？好啦。真简单，无看恁两个哦，安怎人我欢喜啊！啊，无安尼啦，归去啊！恁两个就算对方嘴皮，啊，算到我满意，无得卡，我就帮恁出去。啊，谢拍手，我接你了。能不能趴下睡来，好不？没事没事。我趴就睡了，你应该袂听吼。无，恁两个即马是咧拍好戏，拍到大力的啦。无，恁两个即马是咧调情，是听无哟。卡大了嘞！学姐，拍谁？哎，雅君拍谁？我这是迄落本能反应，因为我都惊听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啊！哎，无安尼啦。看恁像哦，怕对方较大力嘞，我就放像哦，伸出去啦。到真正是一歹看，我甲恁讲啊，恁即马拢已经知影我笑起来有偌尔啊恐怖。从今以后，不准再去欺负家门，那若无，我绝对袂这么简单就放你走。我这蕊娇滴滴的花朵总算是复活了，好佳哉有人帮咱出来，那么咱两个人真正变成南瓜呢？怪面就疼。啊！怪面哪样在跟咱面哭嘞？啊！啊！我爱马西，我安尼是要哪去人啊？等下搁要到秋霜开花呢。学姐拢你啦，我不是叫你拍到死啦，你拍遐尔大，是要创啥？哎，你这个出手嘛，无你客气呢，是你先遐尔大力把我扒落去，我唔得甲你扒断啊。啊，搁有啦，我若无较认真甲你拍，谁知影刘家文伊妈妈，干咪搁想什么其他的方法来折磨啦？我当然要长痛不如短痛啊！哎呦，我是靠面赚钱，即摆面遮尔红。我连咪是变那直播啦，这拢爱怪你啦，无代无志，叫我替你去对付迄个刘嘉文，才害我和伊妈妈邻居干安尼。哎，
你安尼讲就唔对啊！我只是想要甲伊创治一下，谁知影你会出现了恶毒的主意？这下就叫伊妈妈遐尔抓狂啊！哎、欸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好心跟你斗三工，你怎嘛是安那讲我唔对？本来就是啊，我本来无想要甲刘湘下甲遐尔凄惨，今嘛我变成大歹人，连郑湘拢在怪我。我你今嘛是把我当作免洗餐具哦，一次性哦，用完就丢。你莫袂记哩哦，处理遐个代志甲封口费拢是我出的钱。你无感谢我无大事，你今嘛搁反倒转来怪我。你才是今嘛害我脱水而亡，我是变安怎感谢你？你还会记你讲的话哦。你以后若有代志，就莫叫我来跟你斗相共，可免讲吼，我甲你带歹啦。无咧稀罕呐。我那是要安怎甲阮爸解释啦？家在无看到什么我无应该看的物件，以前若真正甲国顺阁有咧联络，敢有可能甲联络的记录删掉？以前也阁甲我当作是青梅，敢有需要惊我看到？以前你敢知影？每一次检查你的手机啊，我拢真惊受到伤害。你哪会去冠廷的房间遐尼久啊？冠廷无爱关心。冠廷最近嘛唔知是安怎，足歹骗的，爱骗真久才肯困，而且困困的哦，佫会喊眠。哦，今仔拢安尼啦，应该是你在学校算较出过欢喜，才会安尼啦。啊，我真正足烦恼，伊这个状况若是常常发生，是要安怎？敢是去惊着啊？干嘛带去受惊？别遐尼烦恼啦，倒一个囡仔不是安尼大汉的。阿条姨姐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想咱未来的宝宝，若是查甫囡仔，将来咱就会用会学大提琴、芭蕾舞，还有滑冰。哎呀，宝宝生出来，咱才会讨论这件代志嘛，袂慢啊。我今麦较烦恼的是冠廷，你敢知影伊昨困困的，竟然做噩梦，啊，家己精神了后，伫遐咧哭，佮唔敢哭出大声，惊去甲咱吵着。哎呦，啊！伊哭哭了，搁家己睏去。伊拄则甲我讲安尼，我真正足唔甘的。啊，袂用袂用，我感觉吼，我今日暗时也是去陪伊睏好啊，吼。啊，哎，雨姐，雨姐。你对咱的囡仔拢无要无紧，就干那关心国顺的囡仔。知道吗？是因为我你爸我的关系吗？不是，妈妈是因为现在肚子里面有小 baby， 不是因为抱冠廷的关系，好吗？冠廷，你怎么还让妈妈抱你？你都多大了？你不知道妈妈怀孕不能抱你吗？过来吧，这边。过来。哎，坐好。爸爸跟你说，你要更懂事，你已经长大要做哥哥了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陈龙，你妈那卡不掉的美冠廷好不？伊已经比伊搁较大囡仔，搁较捌代志啊。我是今日为着要照顾伊，去伤害着咱的囡仔。咱的囡仔。你安尼讲，未输冠廷，毋是咱的囡仔同款。搁较安怎讲，伊嘛是我怀胎十个月生落来啊。这我当然知影，啊，毋过，毋过啥？你真正变得足奇怪呢。你之前对冠廷的态度根本就毋是安尼。妈妈，你又肚子痛是吗？行，雨杰，
玉姐，你巴肚无爽快，你是不是去动着胎气哈？不是，我的胎气咧有生的时阵，本地就较搞白囝，我休困一下就无代志啊。陈龙，有生的人本地就较敏感，有时阵情绪会因为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波动较大。我真正就无介意冤家，咱莫阁冤家好无？嗯，好啦，我嘛是烦恼你啊。我知影。妈妈，我想尿尿。你要上厕所是不是？走，妈妈带你去。来，我抱你。哎，雨倩。玉姐常常为着要顾林国顺的囡仔，连巴肚内的囡仔拢唔管啊！安尼唔是办法。内面有一千万是要给对方的，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把迄个人给我抓回来，千万别让伊走去，知无？我知，大所长，你放心。给你。是。到公园了，还先找到有大咱上顶路过的粪扫桶，一定要准时在下晡2:15的时阵，把钱放入去粪扫桶内面，然后骑对方准备好的脚踏车离开。啊，不过你爱加早离开啊，然后就要赶紧翻头回来，看到底是什么人来提钱，要把迄个人抓起来。那会等这么久，拢无看到人来提钱。到今嘛拢无人来提钱。规工黏天天，做什么拢可以，只要心心相印，富强有水。